大家好，我是曹君生，我是廖湘婷。湘婷，土耳其有一个地方叫卡帕多奇亚，对，这个地方是坐热气球的地方嘛？除了坐热气球，还有什么地方可以好玩？一般都会去到这个地方，是看他去那个露天博物馆。露天博物馆，这是看壁画，对不对？但是我记得没有错的话，过去这边的话，基督徒遭受迫害，然后形成一个区域，然后让他们去这边，就是类似去画画，不是去修行，去修行。对，可是基督徒被迫害，那他们要跑路嘛，对不对？糟了啊，是糟了，他们躲，他跑去哪边躲起来呢？所以他们有类似像那种所谓的地下城，地下城，哎、欸，就是防空洞，就类似那种概念就对了，防空洞的概念，对。哦，那这样躲起来，这样可以躲多久啊？这是历史的说辞来说的话，没有办法真的知道说到底多久，但是至少可能三个月半年。哇，那食物啊什么都要事先储存起来，知道吗？每次遇到这种情况，一些电视剧穿越剧我都会想，对，现代人跑到古代去，啊，大小便怎么办？对啊，知道他们跑到那个地下室大小便怎么办？对，哦，他们没有那种卫浴设备啊，这样用下去很臭哎、欸。是啊，我第一个就想到这个问题啊。我也曾经有过这个问题、哎、也问过导游。那你解决了吗？但是解惑了吗？每个导游都每个导游的说辞，好像这么说也不太对。不过呢，就是我知道可能有些人会，他们就是有那个所谓的陶瓮，他可能在那个地方处理。陶瓮就是一个陶罐，一个陶罐。对，然后处理完了以后呢，就可能等到安全盖起来。可能盖起来，暂时盖起来，但是有可能等到安全的时候，他把它带上去。地面上去，因为他要躲避那些人的迫害嘛，敌、哦、人的迫害，一想到就很臭、欸，真哎、对。不过还好，我们是出生在现代啦，是不用这样逃难，对不对？好 ，OK。像我们刚才讲到的热气球，它的热气球都是早上做嘛？对，清晨就是要看日出。成功几率有多少？成功几率有没有50%？应该有吧，就是你是说搭乘，就是要搭到你上得去的啦，上得去的，飞得上去的，因为这绝对不能勉强哦。当然啦、啊，因为他们土耳其这边对这方面管制是非常严格的，他要那个他们飞行员都会经过那有关单位呢放飞，因为他可能一开始是红灯，那等到他确认是 OK 的时候，他才会变绿灯。当变绿灯的时候，我们才能正确的去飞行這樣。OK， 那成功几率有多少？譬如说去10次，去10次可能8次都會。哦，那不错。这个蛮高的哎、欸，但我出门之前都是好好的去做祷告的，然后希望这个团能够顺利飞行。我想说，你出国以前是不是会去拜拜这样？有啦，有去拜拜啦，当然是有去拜拜啊。越多人拜，力量越大。对啊，对啊，对啊。Okay. 但是这个真的是看缘分啊，因为天气这种因素不是我们能够掌握的。他有附照片吗？他会给你照片，然后给你一张证书，然后开香槟庆祝。哦，对，开香槟庆祝。对，但我觉得这不是重点，重点是飞上去，大家都很开心。因为其实香槟的价钱没有多少，但是那个是一个 feel， 一个 feel， 对，没有错。而且他们的飞行价都非常厉害。那除了这个以外，热气球啊，还有看那个壁画啊，对不对？逃难的地方啊，还有没有什么？去土耳其的话，很多人会选择在这个地方呢，刚好在卡帕多西亚嘛，所以很多客人或者是当地其他人当然也会选择来这边做土耳其浴。土耳其浴，对呀、啊，哎，它是怎么洗啊？怎么洗哦？我只听过泰国浴，真的。当然啦，应该我们这样讲，全世界算起来哈，中国浴没有，对不对？对，台湾浴没有，没有，有泰国浴是，也没有马来西亚浴，但是有土耳其浴，有，对不对？一定有特色嘛，那怎么洗呢？他一开始的时候可能会让你先稍微是自己洗吗？他帮你洗哦，他帮你洗就对了，你就享受着人家帮你洗澡的服务，这样帮你撸身。一般我们洗澡都觉得自己好像都洗干净了，对。可是他帮你洗的时候，他怎么会洗掉很多的？应该是把那个角质去掉。对，角质去掉，角去角质。对，然后会帮你敷脸这样子。哦，还有敷脸，当然还有按摩了。哦，那这个跟泰国浴就不一样。因为泰国浴我虽然听过，但是我也没有洗过，但是网络上你 YouTube 总看过吧？对不对？看过，但没有仔细去研究它到底怎么回事。所以土耳其浴最主要的重点是去撸身的地方。撸身，对。那按摩我觉得是附加的，因为每个人喜欢力道不同，对，然后他帮你按摩的那种感觉，你也不确定你喜不喜欢，所以我觉得按摩是附加的，然后土耳其浴是就是你洗一个经验这样子。那土耳其浴洗一次大概多久时间？我总要有时间吧，对不对？要看你要，它有一些套装，所以有些可能40分还有 package 的，有 package， 对，所以可能40分钟，有可能一个钟头。哦，洗的越久，深入的越多，对，享受的越多，这样子享受越多啦。哎、那除了这个以外，你再讲一下卡帕多奇亚还有没有什么任何的好玩的东西？好玩的、再讲一个就可以了。如果不是团体的话，对，一般散客可能有些人会去骑马。
或者团体也可以去骑啊。啊，但没有安排嘛，而且万一怕对热气球飞不上去，我也可以去骑马。我也想啊，对啊，是不是？但是就没比较。没有，因为但起码我觉得不错，我觉得自费啦，对，对不对？就自费，嗯，啊，起码还有四轮传动也是可以，这个好玩，四轮传动就是山谷间这样的去，因为像那个有些节目有在介绍这个地方，哦，这个，因为四轮传动车在很多国家都有，都有，但是根据 我的经验，台湾人比较少玩这个游戏，对，台湾真的比较不，可是你会看到电视荧幕上，哦，都会在拍，那个都是他们在拍片的人在玩，对，啊，真正我们出国的，我这样带过了那么多的团，嗯，玩的人真的很少。几乎应该没有吧，除非是自由行啊，还有团体有包的，团体包的有啊，像在那个布里斯本那边一个海豚岛啊，哦，啊，你是说到澳洲是吧？对，澳洲对不对？啊，哦哦，对啊，是。开这个四轮传动车大概多久时间？这一般我倒是还没有做，不过可能也要差不多两个钟头要吧。OK， 骑马是自己骑吗？骑马应该是自己骑，因为他我不确定有没有人带了，但因为我们目前为止我都还没有去参与过，所以没有去研究，但是我就是看到有人在去骑马。Okay， 好。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边为止，好，谢谢，拜拜。拜。